歡迎大家出席2022至2023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三回合賽事。今日嘅辯題係港府應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比賽雙方為三方物水難輸。在我隔離的是計事員，我哋反方嘅黎子信同學。而家我介紹雙方辯員，正方主辯梁偉浩同學，正方一張正權同學，正方二陳浩正同學，正方協辯呂子高同學，反方主辯蔡明天同學。反方一副陳佩賢，反方二副范玉琪，反方結辯許光清同學。而今我哋好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佢哋分別係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隊長陳張張浩文先生。聲業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阮偉傑先生，金花麟獎導會耀路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陳樂豪小姐。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共六個環節，發言時間係4334，公辯則為每方零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三分鐘。每次發言時間提前30秒有一丁提示。夠鐘之後兩丁提示，次次15秒之後會有連丁幾下。其實賽規已經發布於各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有出現任何問題，我同計時會暫停比賽，交由三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小妹在座各位有冇問題？冇嘅話，而家先請正方主辯發言，有4分鐘嘅時間準備我開講。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香港公營醫療系統長久以來都供不應求。根據醫管局嘅網站數據，公營醫院急症室平均輪候時間約為3小時，大多數醫院急症室輪候時間就達到8小時。故此，政府有必要採取措施挽留醫護人手，以舒緩公營醫療系統嘅負荷。因此，政府倡議強制本地合資格醫護人員嘅公營醫療系統服務一定年期，亦即係今日嘅辯題。以辯論所指嘅本地醫護專科畢業，係指本地醫護人員從佢哋嘅醫科醫學培訓機構畢業，例如醫生嘅醫學院、護士嘅護理培訓學校、物理治療師嘅物理醫療學學位課程等等。由於唔同嘅醫護人員都有唔同嘅培訓課程，所以醫院學學科畢業為嘅方先作為討論，先就可以涵蓋到全部本地醫護人員。今日我方提倡立例要求所有醫護人員，包括醫護士、物理治療師等等，專科畢業後能留在公立醫院服務5年，然後才可以獲得完整的註冊，從而私人執業或者轉職於公營醫療系統以外的其他機構。而我方衡量辯論的標準在於，在平衡醫護專科畢業生利益的同時，提升公立醫院至整體醫療系統的服務質素和效率，保障公眾能力、公眾的健康。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挽留醫護人手，解決燃眉之急。現時公營醫院人手緊缺，由佢以護士同埋物理治療師作為缺人，原因在於護士同埋物理治療師取得專業認可資格之後，就可以自由選擇去公營或者私營醫院就職。換句話嚟講，佢哋一畢業就可以離開公營醫院嘅系統，轉去私營發展，故此公私營嘅醫院人手嚴重失衡。根據香港護士管理局同醫管局關係政策小組嘅數據，2021至2022年度公營醫院醫護佔全港護士嘅45%。聽落就好均真，但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全科醫學士謝達明醫生就指出，公私營醫療系統病人嚴重失衡，公立同私立醫院病人的比例達到9:1，始終20年不減。換句話嚟講，本港45%的護士要服務全港90%的病人，過高的工作壓力導致醫護人手累積率上升。香港物理治療學會的人力調查報告亦都預料未來5年會有13.5%的公立醫院物理治療師離職。而前衛生服務界選委兼主席護士劉海文則指出，有越半入職的5年以下的護士離職，
護士組織護政理事趙淑懷都表示，私營醫療市場越嚟越蓬勃，年輕護士做咗三年左右就離開，會轉投私營機構。而醫管局報告資料顯示，一二年度公營醫療系統年資較淺嘅護士嘅離職人數達到1950人，佔整體年資較淺嘅護士達9.4%，比上年增長咗3.2%。政府面對高漲嘅離職人手，有必要透過強制醫護留守、公立醫院舒緩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第二，公院提供訓練，確立保護質素。公立醫院由醫管局統合，即係隸屬政府，因此政府亦會投放資源確保公營醫療人員嘅質素。政府2020-21財政預算案就撥出1.8億加強醫護專業培訓，而公立醫院亦都提供醫學訓練，確保保護醫護人員嘅質素。公立醫院設有原創外科訓練中心，醫護人員手術必須受到訓練中心嘅授訓。中心設有機械人手術訓練、臨床模擬手術訓練等高科技嘅設施。另外，伊利沙伯醫院亦都於2011年創立綜合模擬及技能培訓中心，以培訓醫護個人技能同埋強化團隊合作。醫衞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亦都調查都顯示，大部分醫護留喺公立醫院嘅原因之一係為咗接受醫學嘅訓練。呢啲訓練可以令到醫護人員嘅質素提升，即使佢哋轉去私營醫院，亦都能夠繼續發展佢嘅社會價值。最後新聞啦，有方喺私立醫院以利益為先嘅前提下，有方可唔可以確立私立醫院仍然能夠耗費大量嘅資源為醫護人員提供醫學訓練咧？多謝各位。警方主辯使用時間為4:08，表保釋，所以覺得跟住嚟法方主辯有4分鐘嘅時間，有咩我可以講？主席，庭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現時香港有專科部分嘅本地醫護，包括醫生、護士。醫科生喺推動6年內外重科1年實習，同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最少6年嘅專科培訓之後，就會畢業成為專科醫生。專科護士就係透過5年制嘅課程成為註冊護士，再完成專科培訓課程，有4年喺該專科工作嘅經驗產生，呢個成為個2021年行嘅人力醫療推算。2020年香港全港就欠缺約1070醫生同3400個護士，並會喺未來加劇。港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星喺2022年表示，有70%嘅醫科生會接受6年嘅專科培訓。而香港公共醫療諮詢協會會長凌超智就指出，包含專科生在內，有大約90%嘅醫科畢業生或者護士會喺選擇到公營醫院工作。林志源醫院就表示，喺2022年嘅問卷調查就發現，以離職嘅醫生或者護士普遍喺公營體系服務年期中位數係12年。而呢啲有經驗豐富嘅資深醫生咧，同時亦係負責培訓專科同埋醫科生嘅重要資源。可見現況醫護人員嘅短缺，同埋因為啲人畢業之後唔入公營系統，而係公營系統隨住時間冇辦法留住人才。所以衡量辯題就要睇喺呢個前提下，強制專科生畢業後喺公營醫院服務一定年期，能否提供更多嘅醫療資源，繼而舒緩當下以至未來短缺嘅問題。有方法嘅重點有二：第一，政策重點失焦，無法對症下藥。雖然提到大部分嘅醫科畢業生都會首先進入公營醫療系統，問題係只有藥物室。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喺2019年調查，離開醫管局嘅受訪醫生入面，超過一半嘅主要原因離職原因係因為工作量，而其次有一半係薪酬原因。醫生入到公營之後，慢慢因為壓力大、工資長同埋知道想去私院有更好嘅待遇而萌生退意。護士方面，醫管局顯示過去1年公院全職護士落失率可達至11%。然而，有方強制緊嘅人原本本身已經有90%使力強制，畢業之後都會去公營醫院，所以本身有方方案嘅成效已經唔係咁大。更何況強制醫護留低根本就冇解決過長期離職嘅原因，真正導致短缺嘅流失問題喺強制之後仍然會存在。港島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黃志聰亦都有提出，例如加薪留任、薪酬收入較高嘅專科提供短期特別津貼，用醫護真正重視嘅財政誘因，相信有方方案一加聚焦就會幫到香港醫療系統。第二，長遠減低選讀醫科意欲，影響醫療人才質素。威斯康星大學斯考特分校2002年嘅調查提到，學生選擇大學科目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就係該行業嘅未來嘅機遇，包括能否係選擇幾時同喺邊度進行培訓或者工作。當學生做事選擇，但係有方就喺原本已經漫長嘅醫護職前階段，再捆綁佢哋更多嘅時間。
英國衛生部訪問了5000個醫療界的人士，當中就有九十一個法師人支持以一定年期去回饋政府所投資的資源。當中原因就包括啱啱措施會令到醫方變得唔吸引，導致報讀的醫生減少。伊利沙伯醫院院士都指出，着重愛心的護理行業本身就不適合強迫，擔心強制之後會觸發更多離職和更少人入學。當少了學生進入醫科的時候，本身醫科的醫療系統吸納頂級人才的能力就會被削弱，即使學位仍然會被填滿，不過收生質素都會下降。另外，前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委馬俊賢表示，資深醫生人手持續流失，令呢班作為部分專科生的資源萎縮。但係我從來冇處理過呢方面嘅流失，資質繼續下降，但專科生就維持不變，甚至未能增加嘅時候，連專科培訓嘅質素都會出現隱患。最後，我唔止冇改善改善個現況，甚至為未來醫療質素製造危機，仲何談起香港醫療系統咧？綜合上述各點，今日會提出先諗，多謝各位。三方主面試用四分零三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公平嘅環節，公平一方可以自由挑戰對方一位議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發言追問。沒有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平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平一方可以即時提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公平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三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平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法言順序去回答問題，第二回答的分數，第二格先係查問的分數。好，而家要請正方請派出一位議員作公辯，請自由選擇反方入邊接受質詢。反方主辯。好，正方公辯開始，你有兩分鐘嘅時間。請問有方同學，究竟物理治療師包唔包含醫護？包。點解唔包含護理？因為今日係我專科培訓，專科培訓只有得醫生。我想問，請問有邊一個政府嘅官方嘅解釋講話專科淨係關係醫生專科同埋護士專科？今日我喺政府度見到係專科培訓呢個課程咧，係淨得醫生同護士有，即前職業治療師同埋自費。唔係有方同學，你首先辯題從來都冇講過專科係醫生專科同埋護士嘅專科，係講埋成個醫護嘅專科，亦即係話。醫生佢本身就自己係一個專科，護士亦都係一個專業科之外，仲有得有乜同我再問多一次，乜你哋先包唔包係護理嘅？都係包括，因為今日係講專科，跟住再講護理。即係原來今日有乜同我提倡嘅，就係同我哋講話咧，原來物理治療師呢，我一直以為醫護人員之外唔包係護理嘅，咁所以麻煩有乜同你自己喺下一個議會度出嚟同我哋解釋話，點解佢哋唔係接受緊醫生專科同埋護士專科，佢哋一部分就等於佢哋唔係護理嘅。好，我再問有乜同有乜同覺得？而家香港公營醫療壓力係咁大唔大？好大，咁請問有乜學你諗住點解嘅？如果係唔採取呢一個強制醫療嘅話，好似我剛才講，就係用一啲真正醫護人重視嘅財政誘因，例如加薪俾佢，加多啲職位俾佢。唔係有乜學，所以究竟你哋嘅方案係咩？你哋嘅反方係咩？今日我哋今日有同學想聽反方，可以咁就係俾佢多啲加多啲職位咯，加多啲。好加多啲職位，咁我想問同有方同今日同強制佢哋留喺本地公營醫療系統度服務有咩衝突？強制就係有就係冇得選擇，但係今日我方加薪，唔係有方同你一邊可以加職位冇問題，但係同時一邊強制佢哋留強制啲畢業生去服務公營醫療，究竟有啲咩衝突？就係方同今日你個強制原因就係因為佢冇選擇，個強制就冇選擇，咁呢個就係正正嘅問題咯。我今日原來有方同將醫生嘅個人選擇凌駕於成個公營系統醫院之上啊！所以有方同學，你都係冇答到個問題，究竟衝突喺邊度？衝突就係在於今日，如果當你啲醫生本身有九成都係有，多謝各位。跟住而家去到法方中，法方派出一位自由派出一位議員。今日每因為我哋所可見到就係專科培訓生有九成
原本應該有九成通過去公營醫院嘅時候，所以今日有個堂，你有個堂嘅對象咪就係得個剩低嘅十成。咁我覺得一成，我想問嗰一成係有幾多人？一成合唔夠飯咯。請有方論，即係一成。一成咪就係二百乘十巴先咯，咁咪即係二十個咯。係二十個人，咁我今日成咗，你成個方案就係淨得二十個人可以受惠。好，今日再咧就係、是、今日有一堂，點解要為咗呢二十個人去面對我哋所講去師資下降等等嘅問題咧？因為如果當你為咗呢二十個人搞到師資下降，今日搞到啲人醫科生唔願意再從醫，搞到個醫療質素下降嘅時候，你方同我點解仲要承擔呢個痛？首先，我哋一千幾個人只係護士，唔包其他專科，所以嗰二十個人係錯嘅。而且我哋咁樣方同淨係幾多人啊？我哋有一千幾個人，千幾人，一但係今日已經本身有九十八千嘅入去公營啊嘛，咁所以剩低嗰十八先係有分堂嘅對象。咁我想問下，如果有九成都係九成，係因為所以論點就係、是、結論就係得翻有分堂嘅對象只得嗰十個巴先，唔好再爭拗啦。咁我再問多一次，師資下降嘅問題點解要承受呢個後果？師資下降，今日當你捆綁多佢哋咁長一段時間，成佢就會唔願意去從醫，咁搞到一啲頂級嘅人才就會流失，再加上啲資深醫生嘅人手嘅問題，你強制之後都唔會解決到嘅時候，咁我今日解決咗問題去到邊度？我哋就係可以解決到，冇錯，因為有乜嘢解決到嗰二十個人嘅問題咯，資深醫生流失，唔係，多謝各位。我想問主席，頭先佢打斷咗幾次啊？啱啱喺啲方面講先啦，即係 order 做咗訪問啦，評判可以直接透過嘅時候做人數。好，而家方面嘅話題結束，輪到正方即係副辯，有三分鐘嘅時間。有三分鐘嘅時間，準備可以講。可以。呢啲唔會再講，大家好。首先想回答翻有科嘅問題，所以我哋講緊專科呢個定義嘅問題。其實冇一個公共政府嘅一個位係講過專科只係醫生同埋護士。專科我哋講嘅係專業嘅科目，例如物理治療師、護士，同埋講緊離職率係這個年老嘅人先會離職。但我哋可以見到嘅一成嘅人唔係嗰二十幾個人，而每一年畢業嘅人係有成二千幾個人，而計翻出嚟一成嘅人就係二百幾個人，一年係。二百幾個人，五年就一千幾個人，而且佢話人工低，我想請有方下一個辯位，論證下究竟頭五年公立醫院同埋私營嘅人工係緊由幾差到？首先我哋有方，我哋首先講下我哋校程。首先，港大護理學院教授陳兆子表示咧，一成畢業學生係唔會選擇留喺公營嘅，而係到私營啦。咁睇翻立法會會議嘅文件嘅數據咧。2022年至2026年間，預計每年平均護士畢業生就係二千幾個，其實原本就已經係選擇咗公立醫院嘅護士，咁所以五年咧就可以增加到1138個人，而呢個數咧係尚未計算服務五年內護士嘅離職人數，所以我哋已經係計少咗，可見政府透過強制畢業生服務公營醫院去增加人手咧，係有效可以舒緩到公營醫院系統嘅負荷。而且第二，我哋想講下我哋嘅需要性。首先就好似我方處面咁講，現時公營醫院人手緊缺，醫護壓力就爆煲，護士只有不同追更嘅選擇。佢追更就係五更至早更，早更至晚更，中間連八個鐘嘅休息都冇。2019年就有一個28歲嘅男護士，因為連踩五日兼追更猝死。今日問題根源根本就係人手不足，而今日我方提倡嘅方案就正正可以解決到呢種問題，留住五年嘅醫護畢業生，可以舒緩公營醫院系統嘅負荷。減輕醫護人員嘅負擔，而當醫護人員壓力得以舒緩，公立醫院嘅輪候時間就得以縮短，服務效率同質素就會隨之而上升。同我想講下，而家社會面臨一個咁大嘅問題嘅時候，有方正同我哋講緊自由呢個問題，但係政府呢陣時根本就應該係為廣大利益而去衡量曬所有嘢而作出一個決定。而家決定就係而家連輪個街證都要三個鐘，有啲仲要八個鐘，廣大利益就係非常被剝削，而原由就係因為啲一畢業嘅醫生嗰啲專業嘅科目，醫護專業嘅科目就走曬去私營，完全冇諗過服務喺呢、這個政府呢、這個公營醫院，所以先會有呢個方案呢、這個政策嘅存在。所以今日我哋係以一個政府嘅角度去睇曬全件事，應該我哋應該係要平衡曬
廣大市民利益，先可以作出呢個決定。而所以今日我方堅決認為係應該實施呢個政策。多謝大家。政府咧，公司用住約3分03秒冇超時同需求分，跟住係辦方第一附件嘅發言，3秒嘅時間，最後開放。全各位啦，我今日幫公辯環節就話，佢雙管齊下啊嘛，我幫加分方同佢哋嘅強制判刑嘅冇衝突。問題我哋今日唔係分任何衝突，而討論如果加分做到想要嘅時候，使乜雙管齊下，使乜你話強制判刑其實？其實第一有個方案有前提嘅，就係咩咧？而家有好多新血咧會過多，即係咧我哋而家要留住班新血，所以有關今日要論證兩樣嘢咧，一樣係有幾多人會即讀完專科畢業即刻走去做私營，第二就係而家公營做緊嘅人咧做夠幾多年先會過多。我咧有冇交呢個數字？我唔緊要，我唔係咁啦。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智咧引用醫管局數字話咧，嗱只有10%嘅人咧畢業後唔會選擇公營去做。而有冇今日好想講嘅職業治療師啦，我幫都同你討論啦。嗱，香港職業治療學會主席鄭偉慈都話咧，醫管局係8-9成畢業生嘅第一選擇嘅時候，唔明有幾多生徒會留去私營。作為喺林哲源醫院2022年做咗份針對全港醫護嘅問卷調查。亦即係包括有幫所講嘅醫生啊、護士啊、職業治療師。原來公院離職醫護服務年期中位數咧係15年，亦即係做夠10年需要過檔嘅時候，有幫你嘅幫淨係包咗6年，人哋本身做10年，你幫幫咗喺邊咧？有幫需要解答。不過再講一句問嘢係，咁本身做15年，咁我下個年度實在影響唔大啊。咁問題係你要睇翻幾歲留低公營做原因係咩先？例如有啲醫生啊、護士，佢想接多啲病例，有啲係因為可能公營薪酬穩定啲，或者先要競爭好大，唔係咁易入嘅時候，即係佢被要留喺公營度做。問題呢啲資訊咧，唔係一個中學生你去揀科時候就揀到知道嘅嘢，或者咁資深詳細嘅時候，即係中學生見到有科方就係咩咧？6年，即係本身醫生咧由大學到專科畢業，本身讀13年，加埋嗰6年即係19年。嗱出到嚟除咗得近40嘅，出到嚟可以揀做咩嘅，都已經近40嘅時候，佢嘅職業生涯都得翻20年嘅時候，若有啲學生去想做無牌醫生，有啲學生想做去私營度賺大錢，原來喺有科底下咧，通通都唔係咁可能成立嘅時候，佢仲有冇意願會想入嚟醫科度讀咧？甚至因為講緊林哲醫院做嗰份民意調查咧，訪問業界人士原來有超過50%係反對嘅時候，超過50%反對呢個政策，亦即係反感呢個政策啦。咁當呢個政策真正實施咗嘅時候，佢真係反感呢個行業咯。咁佢仲有咩原因會想入呢個行業咧？啲人幫接牌要睇嘅咧，唔係講緊話呢班醫科生冇得自由冇得選擇，而作為成個行業嚟睇，少咗收生嗰啲咩問題？今日我幫到知醫科咧好多人揀嘅，即係收得少咗，收得唔會少啦，因為你係從新手中做啲低分啲人上到醫噶嘛。問題係我點解講咧係成質素下降啊嘛？2019年廣大醫學院嘅研究考試咧，有3分1人唔合格嘅時候，係限有方你個方案，自由收生質素再差咗嘅，有幾多人合格咧？一本定多過一本？咁難道唔係浪費緊醫科學校咩？工人制都付咁多錢嚟，就係收埋啲質素差人嘅時候，有冇覺得幫到成個業界喺邊咧？有冇話呢班質素唔夠嘅人都可以卻步咧？多謝各位。方一副使用時用3分03秒冇超時同需求分，跟住而家係到正方第二副辯嘅環節，你有3分鐘嘅時間，最後可以發言都可以。主席同在座大家好，先發講有方歸納嘅係有方方案幾大問題。第一，有方錯誤理解我方嘅方案。今日我方方案係話由本科開始計5年，即係咩咧？醫學醫生只要喺醫學院度畢業開始就會開始計，所以佢如果照樣選讀專科培訓嘅話咧，嗰5年都依然會係包埋喺個專科培訓入邊嘅。所以有方可能就唔好坐喺度講話。所以有方同學，你不如同我論證翻就係點解佢哋讀專科同埋唔讀專科都係讀嗰5年嘅時候，點解佢哋會得只係話全部人唔想去讀醫科？有方同學從頭到尾都冇俾過一個數字我哋話，究竟會有幾多個醫生流失喺海外？好。再講話，今日有安同學就覺得原來今日有安同學都認同嘅就係醫護人員嘅質素需要被保障，正正就係今日我方第二個論點所提到嘅，就係因為私立醫院冇提供任何嘅培訓，而我哋香港醫療系統出名嘅高標高質素嘅情況底下，所以佢哋就正正就係要喺公立醫院做多5年，佢哋有一個實踐嘅機會，咁樣先至可以確保到佢哋嘅質素係可以接軌到香港嘅醫療系統。今日我哋不妨從港府角度去睇下今日。去剖析石牆嘅辯論，我哋先睇下政府，佢首先第一樣嘢平衡利弊，
今日咧，政府佢要做嘅，的而且確，佢唔可以惠及曬全香港所有嘅大眾。的而且確，一邊有利益，另外一邊就一定會有犧牲。今日我剛才都冇講過話，今日所有嘅醫護佢哋都可以照顧到佢哋嘅感受，因為但係政府冇可能從一個最感性嘅角度，就係話我為咗照顧醫護嘅感受而放棄去要將成個公營醫療置於水深火熱之中，呢個係冇可能嘅。第二就係個政策本身。今日首先有安堂完全冇講過話，究竟佢今日有安堂就提倡話咧，原來要加職或加人工去推行呢個醫療改革。但首先第一，醫療改革要做幾多年咧？立法會撥款要做幾多年咧？冇講過。而且你今日選擇留住呢一個政策，就係用最立竿見影，第一年一畢業就可以留住翻畢業生嘅情況之下咧，有安堂就偏偏喺度講話，其實呢兩方有衝突有衝突。首先第一，明明就可以雙管齊下。先留住邊啲人，跟住之後再去推行改革，明明係冇衝突嘅。有安堂咧就偏偏講話做唔到啊，一定唔可以做啊。所以其實今日有安堂根本就忽視咗呢個政策，其實係短期之內，係為咗配合成個長遠嘅醫療發展嘅藍圖。呢個最短期嘅留人方案，先至係喺現行嘅所有方案入邊最直觀可以留到一啲筆，留到人手去舒緩壓力。同埋有安堂仲有一樣本末倒置嘅地方，就係咧有安堂就覺得因為啲公營醫院壓力太大，所以啲醫護人員就唔應該去做。但係問題就係正正就因為公營醫院壓力太大，所以先要增加人手去舒緩啊嘛。如果唔係嘅話，係咪有安堂想見到剩翻落嚟留喺公立醫院服務嘅嗰九成嘅人，逐漸由九成變八成，八成變七成咧？多謝各位。之後你到返返第二會，你有三分鐘嘅時間準備好嗰啲講可以。主席評判在座位打好，你嘅二副環節咧，好彩有方國立醫生，因為有方國立斷錯症，所以接下來咧，不如用四個錯字嚟剖析今日戰場。第一，有方同佢錯的，有方同你講話今日變題係專科畢業，但佢同你講話啲醫生讀完個醫學院六年出嚟，就等於係個人手。但搞清楚先，他讀完六年的醫學院出嚟是做內外全科的醫生，跟住他要再實習多一年才可以出到嚟，跟住再加多一次讀專科讀六年，才是今天辯題所講的專科畢業。所以有方今日就第一個錯嘅就係錯定義，第二就係有方嘅錯判現況。有方今日好中意同你講燃眉之急，佢話現時醫護好唔夠，壓力好大。但睇翻有方方佢增加咗幾多人手先？有方同我哋講話佢每年200畢業生成年。但條數唔係咁嘅，條數係每年入面你可以考到幾多人出嚟。換言之，佢每年嘅專科畢業生，佢個數字係有500個。根據我方一副嘅數據，九成人本身都會係走去公營醫院度做。換言之，你唔使去強制，佢自己都會走去做。剩低個一成先至係嗰班佢會直接跳去私營做。就係時候方今日強制到嘅，就淨係得50個。但係今日現時講緊成個香港嘅醫護短缺，缺緊係1070個醫生。甚至係護士，根據我方嘅方案嗰個資料，其實佢都係有大部分護士都係本身冇去公營系統做嘅時候，有可能成效根本有幾多？呢個燃眉之急、舒緩壓力又去咗邊呢？所以第二啦，有方同我哋講話佢第二類選擇去可以去公營做訓練，但係現時講緊嗰份表嘅中位數，即係啲人去公營系統做，佢做嘅中位數都有10年。換言之，大部分都會喺嗰度做一定時間時候，點解有方係會覺得呢個時間係唔夠佢訓練呢？更何況啦，既然如果有方佢出到嚟，佢到時可能未來唔同職業落去，佢要掛診所，佢去私院嘅時候，佢去公營仲有啲嘢係佢私院唔需要噶嘛，例如急症室啊嗰啲，去到私院都唔使睇，咁佢學呢啲又嚟做咩咧？即係有方今日嘅地處完全唔成立，即係去到第三個錯啦，就係有方錯判根因。今日有方成場嘅論調就係覺得佢而家咧就新人唔夠，唔夠人入去。但事實上，有方都知道，除咗呢樣嘢之外，而家最大嘅問題係現有嘅資深醫生佢哋做咗下走咗。一副自己出嚟講話最大問題係年老嘅人離職，但有方方案又解決咗啲咩咧？第一有方同你講話可以雙軌強行留住啲人啦，但問題就係，既然有方都知道要留住呢班做咗好耐嘅人，其實係靠一啲福利性嘅措施，唔係靠強制性嘅時候，有方嘅方案仲去咗邊咧？甚至有方同你講話佢要提升嗰個教學啊，佢喺公營入邊留多啲人去教人啦。但問題就係，而家當公營系統佢根本留唔住啲人都走咗啦，佢點樣再喺入面做教學？其實個公營系統全部都係新人，有少少部分係啲資深人嘅時候，有方仲點樣做到佢想講嘅提升質素咧？
所以講到底，今日有方錯上加錯嘅就係將醫療人員去入性化咁看待。喺佢哋眼中咧，醫生護士就好似呼吸機或者病床咁，話要就要，無視曬佢哋所重視嘅自由、薪酬、職業同埋等等失。所以今日面談嚟不順啦，多謝各位。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方各方發言時間用畢，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嘅剩餘時間，各方可以自由發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一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而本環節結束之後，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未曾發言，可即刻提出。如果係真係嘅話，辯員所屬嘅一方將會被評判扣除五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發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請問有方你哋聽嘅可以。請問有方提示醫科生嘅本地專業啊，本地嘅畢業啦，定係選址本地醫生同埋護士嘅畢業咧？我哋今日辯題所啲專科畢業就係講話，你讀完嗰六年嘅內外全科之後，再實習一年嘅註冊醫生之後，再讀嗰個專科培訓課程啦。再問翻對方最後一次啦。今日你方目所嘅成效係咪就係每年可以多50個醫生？啱啱我冇解錯，首先醫生六加一係呢個醫生嘅實習，係佢讀完六年嘅醫學院再加一年嘅實習先至係醫生，而唔係包括埋護士嘅培訓都唔統一嘅。今日我方問你嘅係，係咪淨係講埋醫生係讀嗰六年嘅專科？因為我方今日從頭到尾方案就係讀完嗰六年嘅醫學院同埋一年實習之後開始計嗰五年，有方唔好再曲解我方講。但今日問題就係有方。你先係曲解咗個情況啦。現時係你醫學生，你係中學畢業之後讀咗六年嘅內全科，係邊度？但之後因為讀所講嘅專科培訓係指你做完註冊醫生所講嘅專科培訓課程啊嘛，所以可能有方先係誤解咗現況嗰個。所以再問有次成線成線接得50個人。頭先有乜我哋嘅成效從來都唔係50個人啦。今日每年可以出到2275個畢業生，亦都好似有方咁講，一成嘅人去咗私營醫院，咁正你就係2275一世再乘翻五年，就係我哋今日講嘅成效表，就係1138個醫科畢業生，你唔好再喺度撲街講數啦。同埋有安堂，我想問點解本地咁係咪百地條先都可以讀醫生嘅專科培訓？嗱，成效表大家再處理，聽下定義先。有方話咧，你係實習加一年嘅實習咧，即係六年之後你讀專科課程嘅時候已經計入去有方自己年期裏面，但係你專科課程係可能喺呢啲GPA 路，你坐喺度上堂嘅時候，跟同公立醫院服務有咩關係㗎？佢坐喺度都係同公立醫院服務緊㗎。有乜咁樣曲解我方原意？今日我哋讀本科就都要實習嘅時候，點解讀專科就唔使服務公立醫院呢？今日當我哋畢業之後攞咗落埋全科醫學士嘅牌，攞咗醫生牌之後啦，點解之後嘅服務又唔算係服務呢？即係有方覺得公立醫院服務咧，其實我今日坐喺度聽緊教導長已經冇定義啦。唔係，首先有方不如你同我講話邊個專科究竟係淨係唔服務公立醫院，或者淨係聽啲醫生去講書咧？如果有方話你俾咗一個實際嘅例子我哋嘅話，就唔好再喺度呢個服務嘅一啲問題入邊糾纏咯。所以再問有方講究竟，再問最後問一次有方講，究竟麥理治療師同埋護士係咪讀緊醫生嘅嗰啲60個專科？簡單講翻醫生先，嗱，有方講嘅係醫科畢業，但係點係咩啊？唔係，今日我哋唔係淨係本地醫護啦，有啲同本地醫護，唔係本地醫生及護士專科畢業後。專科兩個字啊！專科兩個字從來都冇一個官方嘅界定話專科就一定係60多幾個醫生專科。咁點解物理治療師係咪專業人士先可以做到？佢係讀嘅課程係咪專業嘅課程啊？係啊嘛，咁點解佢哋唔可以係專科咧？唔係專業就係專科啦。好似有方學生，而家啲大學所有科每一科都係專業課程嘅時候，我科唔係專科喎。咁唔係，不如由我同你講話，邊一個人究竟喺全香港嘅醫療系統有講過話醫生嗰60幾個專科就一定係專科畢業培訓啦？醫管局就係話醫生讀醫科畢業就實習一年就註冊醫生牌，即係再六年專科就走成為專科醫生。專科醫管局清晰定義唔係有方唔明點咧？咁但我哋呢個本，我哋個辯題就係講本地醫護啊。本地醫護係應該涵蓋曬所有，包括物理治療師、護士、醫生。咁但係有方今日就淨係講醫生喎。雖然有方咧今日全部人都忽視咗專科呢個字，
醫管局自己嘅定義都同你講，其實係要讀完佢個外傳科嗰六年，加埋實習一年，再加讀多六年嘅專科課程，先至叫做專科畢業嘅時候，有方定義根本就行唔過去。雖然唔難發現，因為有方成效咧都係呢啲咁嘅錯嘅定義。咁我講緊2000個人，但係呢個係內外傳科嘅畢業數量同埋專科畢業數量啊，所以問多次啦，有冇同專科畢業嘅人手嘅數量係咪就淨係得嗰50個人？唔係，因為有方同學上面都覺得咧，淨係嗰六十幾個專科就一定係專科，咁我方亦都無謂再拗落去啦，拗落去都冇意思啫。而今日我分出，我同你解多一次個成效。今日嘅成效係2275護士畢業生，一成會去公營醫院，再乘翻五年嘅實。而今日我方嘅方案係五年總共出到嚟嘅數係1138，由第六年開始公營護係1138。所以有問題，請問點解冇成效啊？因為服務五年，佢哋而家成咗5倍，即係佢五年生用咗仔嘅。唔係。因為係五年，咁你第一年你會做五年噶嘛，咁新嘅人會入嚟噶嘛，咁我哋當第六年全部人走曬，第一年有新嘅人入嚟噶嘛，所以最少都係 keep 翻原本嘅人數。唯一需要睇問題就係醫院人數不停入都有人走噶嘛，而家講緊就係每年爭緊幾多。有方今日成效話2000多個護士畢業，一成就去做，即係得20多個。而家同你講緊醫生每年得500個專科畢業，但係得50個入去做，但係全部係爭緊1070個醫生同埋3000多個護士嘅時候，有方點解佢個燃眉之急啊？嗱，有安同學只一識講啦，醫護不停走啊！我哋呢個方案就係俾佢哋唔可以走啊，不有限度註冊做咗五年之後，佢哋先可以話轉去私營醫生度服務啊嘛。有安同學唔好再複雜我方嘅方案啦。所以今日不如我問翻有方，究竟私營醫院點樣可以提供到醫護所需要嘅質素，去等佢哋可以接受香港咁高壓嘅咁高端同埋高壓嘅醫療系統？政府用盡發言時間先嚟點發言？阿安而家上完。49秒，可以自由發出發言。係一位多位。多位入去啦，多位多位唔好意思啦。嗱，我呢個自由辯論翻個總結，第一確立咗咧，係有方指得覺得答唔過啦，確立咗佢係。專科兩個字咧講就係你讀多六年專科之後先畢業嘅時候咧，我哋睇緊畢業學額咧得500個，而有方數你一成數據咧乘翻開即係有方嘅利處得50個人，再有方點樣計嘅利處咧，佢話五年咧會成大五倍嘅人手嚟嘅，但原來咁咧，你每年咧佢話強嘅就係等於啲人會走，咁五年以上嘅人佢會走噶嘛，咁所以每年嘅空缺都會變緊嘅時候，你上面有人走緊，你每年買啲人入去嘅時候，所以結論就係你個利處每一年都淨係得50個人嘅時候，第一確立就係可能利處未到嘅。第二個考慮就係有方自由定受問，有方話質素下降問題點解決咧？係咪可能越嚟越少人讀醫，導致啲人畢業唔到啊，個客家率唔夠，甚至畢業唔到，對於整體醫護人手能夠提供出嚟嘅醫生畢業生越嚟越少，係咪有方話提升人手嘅預算多啲各位？嗱，我問一下完畢自由辯論同發展結束，啱啱由正方喺自由辯論時間好似係用咗外語嘅，係冇得自行。好，請問在座有冇人發現台上邊未曾答問？好，而家係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一分鐘表。
預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結辯總結，有四分鐘嘅時間，可以嚟試講多個。即係評判團各位咧好，咁適逢前幾日情人節啦，咁之類咧就可以寫稿，諗緊可以點報復社會，但越諗咧就越覺得恐怖。寫今日嘅全場，公營醫院同情緒垃圾恐怖情人咧係冇分別嘅。之所以今日留低，其實你同我都心知肚明，因為本質上現時公營制度嘅福利就係唔夠好留住人。就算你明知只係唔夠優秀啦，你俾唔到想要嘅生活對方，打佢哋缺愛，所謂嘅唔夠就綁住另一半唔俾人走。咁仲有邊個醫生會想唔夠恐怖嘅恐怖情人去拍拖嘅過程人節咧？甚至當社會垃圾成為社會常態，假設制度上強制每一對情侶立刻唔搞並年期咧唔俾分手嘅，變相唔啱心水啊拍得唔開心嘅人咧都要減拍落去的話，拍拖嘅代價同風險越來越高，知之然，越來越少人會想開拓一段戀情，正正同今日嘅強制服務年期一模一樣。所以真正嘅討論問題咧，有結辯嘅位置得翻一個，無可否認強制年期必然係會有些少成效，但可能越來越少人投身醫護行業，導致整體質素下降嘅時候，係唔係無論咩代價都好，有方都覺得個少少成效值得咧？呢條問題可以用利弊嚟同佢傳場，先講利，意思係利不成利。第一睇有方今日幫案嘅對象。他轉開出來就是看物理治療的，但現時我們看大學選科，原來物理治療他獨立成科的時候，按照我同學邏輯，原來自己一科都叫科目的時候，大學幾十至幾百個科目全部都是專科的，明顯就不合理，如果不是分辨就不會寫專科兩個字在這裡。甚至是原來看現況，有方留好想的定義，原來醫護自己跟我們說，你讀完六年實習一年之後，你要再讀一個專科課程的東西，是你要選一科來讀，例如醫備行科啊，或者是腦科之類實驗科之類的東西，你選一科來讀，這個才是專科。最後可能自由變成問，護士的定義呢？護士其實都有定義的，原來現時政府行一個叫自願認證機制，即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定義了，但政府現在方就是叫那些護士呢，你讀完一年呢可以去一個護士的培訓機構裡面去選一個專科再讀的課程，出來才一個專科護士的時候，所以今天定義清楚了，就是覺得你讀完專科先能夠叫做今天辯題中的定義的時候，有方結辯不再執著在這裡。甚至就是有方來到後場呢，他正傳統兩性只有護士和物理治療師的時候，但有方自己口口聲聲讀科讀完個科呢，就算是普通醫生畢業都叫做是一個專科醫生的時候，那為什麼今天有方來臨際討論呢？有方結辯不再解釋清楚。所以當今日定義係就係講緊個500個專業培訓學額嘅時候咧，今日安利處咧確立咗不過50個人，但現時空缺原來1400個人手短缺嘅時候咧，今日有方嘅方案咧，空明顯就係無法對症下藥，杯水車薪，自然利不成利。再者就方案咧，佢專業有個提升質素嘅論點，雖然後場冇錯，但係都話學啦。有方案咧提升質素，但原來咧提升質素靠任何方案都做唔到㗎，你搞個專科過程嘅培訓又好。即係你任何方面做到，會必然有一個必要性去行今日方案嘅時候，自然唔係成日都變成嘅理由。最後第二咧就係個利弊嘅弊層面啦。你方案弊處係冇法確保嘅。睇翻原來有方案咧，佢嘅利處微乎其微。當今日香港超過一半人反對，經過超過九成人反對嘅時候，無論你入行嘅時候，你係想去無國界醫生又好，你想賺大錢都好，但係你係二十歲入行，你要讀多二十年，嗱你一年、兩年、三年，你望住將來先做自己想做嘅嘢嘅時候，好必然地就會越嚟越少人想讀醫。甚至就係原來現時我方副講座考試係有三分之一唔合格嘅時候，咁當少咗一高質素嘅醫生入行嘅時候，自然就會俾一啲低質素嘅畢業生去進入呢個醫護嘅課程裏邊。咁當今日三分一嘅數字希望能更加擴大嘅時候，甚至可能到最後會有一半人唔合格，甚至更多之多嘅時候，越來越少人唔合格畢業唔到嘅時候，越來越少人可以畢業出嚟做醫生嘅時候，咁就兩方想提升人手嘅願景係咪有成矛盾咗咧？所以講到最後，如果逼人拍拖，逼到越來越少人拍拖，同自身政策背道而馳，乃至醫生質素下降弊大於利，今日講到尾咧，都係騙過節目全場，勉強無幸福。拍拖如此，醫護政策亦是如此。如果逼人留低，逼到所有人走曬，先係有方願意的話，正如方實在難以苟同。多謝各位。拍拖結辯開始啦，結束。先時間為4:02，報銷節目需扣分。而家最後由盛坤結辯總結，有四分鐘嘅時間，準備我可以講防疫。可以。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咁有方喺度質疑我方嘅成效，而我方就同你講，2275乘以1乘以5年，就啱啱好係一個1000多萬嘅數，仲要未計呢五年入面，我哋原本會走，係留翻低佢哋一度人。我唔清楚有方呢個50個人點計出嚟嘅，反正唔係我方提出㗎啦。另外，今日有方嘅第二包啲唔包啲，我今日我方。但將本醫護全部涵括嘅定義是而不同。第三，今日有方指出問題嘅待遇，但唔係啊，今日我方指出今日嘅問題係人手不足、壓力過大嘅
最近猝死啊！唔通對於友方同我嚟講，護士嘅生命就唔係生命啦咩？今日友方同我嚟講增加待遇、增加人工，但係我就想問，但係今日友方提出方案根本冇人喺短期內留到人，冇人嘅話，你加乜鬼嘢待遇啊？今日香港病咗啊！從前一個年邁嘅病人，因為唔想麻煩子女，去到公立醫院接受治療。但喺入面，佢想翻身無人知，佢想飲水無人斟，即係佢想去個廁所都冇人扶。有温同學，點解啊？你今日醫護人手嚴重缺失，一個醫護照顧12張病床，根本就冇辦法貼切咁樣服務病人嘅需求。好啊，就係佢仔女知道咗，佢將爸爸送入私立醫院，寧願要俾多啲錢，都要爸爸得到個更加好服務。係啊，今日爸爸想飲水嘅時候有人斟，想去廁所嘅時候有人扶，但佢抽血嘅時候，護士篤完又篤，篤完再篤，始終篤唔到條靜脈出嚟。醫生即個護士仲未接受完精神培訓，就係、是、佢賺錢。咁一個老人家，我哋公立私立醫院有錢定冇錢，都折墮到冇辦法接受最基本醫療保障。難道今日唔係社會嘅醫療問題咩？最後，我方想向大家提供一個公司型嘅藍圖。今日我方嘅強制政策，只不過係我哋嘅醫療藍圖嘅一小步。我通過呢個短期嘅政策、立竿見影嘅政策、強制人手留低，我再多連接一啲中期嘅政策嚟增加醫學院名額。當我哋名額多咗嘅時候，我哋加埋呢個強制措施，咪令人手更加多咯。今日當我哋冇呢個強制嘅時候，你呢個醫學院名額點加得好，其實都係唔喺公營嗰度做噶啦。咁我就當再加埋我哋中期政策做一個六加五日引入內地醫護，將內地醫護同埋本地嘅醫護兩隻相輔相成。就可以有效咁舒緩本地人手太緊張嘅問題。最後，有方所講嘅改革醫護嘅待遇，其實係一個長期方案嚟㗎，兩者並無抵觸。當我哋今日要改善待遇、改善效率、改善流程，根本就冇辦法可以短期咁解決到我哋而家現時面對嘅護士猝死嘅問題。當我哋今日每樣嘅政策相輔相成、有連結性嘅時候，我哋可以見到好長遠畫面，最終可以達到一個好終極目標，提供人人有病醫。無論有錢又好，無錢又好，都可以因著一個公營醫療嘅平等性，給予每一個病人一個最公正嘅對待，因此今日絕對成立。多謝各位。我見消息，我又想問你有冇消息可以講翻？我有幾句告一段落，大家先留喺原位，稍等一陣。之前嘅評判，最佳辯論人係需要考核評分嘅，經過評判，只需要喺今日八位台特辯當中。只將表現較突出嘅三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嘅位置就俾30，次佳就俾20，而下一位就前10。其餘可能我就不用填寫。
業醫生都唔問。咁就誒，唔講太多啦。首先一句總結就係成場比賽，我覺得即係成場比賽嘅現象就係雙方前三個變位，例如咗三個變位去見面，雙方條線聽得出其實雙方條主線嗰個立場或者雙方條主線想講嗰樣嘢係啲乜嘢。咁所以從點就點睇啦。首先第一樣嘢睇嘅就係第二嘅戰場啦。咁即係聯賽嘅評判機制入面，就我哋譬如即係自己出翻即係唔同學校嘅教練啊，或者揾咗會議，好多都會有接觸過條辯題啦，都係每一場辯題啦，講住辯題啦。咁而其實即係開始見到條辯題嘅時候，理解其實都係由呢一個概念到，因為好似正方理解咧，或者反方理解咧。咁而聽完咁場辯論之後，我就會覺得喺定義上嘅戰場有一個誤解，因為雙方都冇好完整嘅説法去説服到我點解你個定義一定係啱。即係譬如正方所講就係我諗係個專業嘅學科，咁佢畢業之後，咁面對反方就諗都有啲譬如，即係譬如我其他嘅啲學科我都話我自己專科畢業啦，譬如社工我都話自己專科畢業，咁我都考咗牌，咁我諗社工都有叫做專科畢業咧，咁正方又冇完整嘅回應，咁反方就同時咧就係其一路就拎住我醫生會接受專科培訓呢一樣嘢，咁都話即係要咁樣理解，咁雙方喺呢一個嘅爭論上，我就冇覺得邊一方有相對嘅優勝嘅。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對反方嘅建議就係，既然你自己都揾到你啲咩護理員啊，或者治療師咩想，即係一開始都會咩九成入公營嗰啲嘅數據嘅時候，咁係咪真係需要同正方打咁耐呢一個定義，以至去到一啲你哋其他啲規則或者一啲你哋其他預測嘅內容會食咗啲時間咧？咁我就覺得，既然你有資料，就未必需要。係啦，咁你去到第二個戰場咧，就係到底個方案成效方面啦，到底條數啦，我覺得都係雙方大過嘅，因為基本上坦白講，聽咗戰場辯論咧，到最後我係知道到底係方案幾多樣嘅，因為正方嘅數啦，有時係譬如2000幾個嘅個基數，有時就譬如有2000幾個基層護士啦，跟住有時譬如專業開啲其他嘅職業例如啲護理員啊、或者治療師啊、醫生啊等等，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啦，咁到底佢個職業到底嘅狀況係點樣？實質上會影響到幾多咧？到底佢出到嚟有幾多係會受你嘅政策影響咧？呢一個唔係我聽到，咁但係反方喺回應嘅時候嘅分析，即係到最後嗰啲好多時好簡單粗暴咯，就係你又幫你個幾個數就得50個啊咁樣，咁但係當中嘅推論步驟係有見過你嘅一兩次，但係聽完都唔係好明白。咁所以其實雙方就住嗰個方案成效嗰條數方面咧，我覺得係雙方我都唔係好聽得明嘅，咁所以呢一個現象就真係打個鼓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到雙方嘅論點啦。咁正方咧就第一個論點好正確啦，人手不足啦，咁你想即係公營醫院嘅人手好緊缺，咁就要幫手啊呢個正確。咁佢第二個關就係講到呢啲訓練啊嗰啲咧，就公營比較多嘅啲訓練設施咁。但係可能我就聽到多啲嘅就係點解公營先咁多咧？譬如私營醫院其實私營醫院你就應該譬如佢賺錢賺得多啲啊，或者成咁，其實點解佢冇呢啲咁樣嘅培訓嘅系統咧？又或者即係到底係咪入到私營嘅醫生係咪真係冇喺公營接受足夠培訓入咗去，以致而家有啲咩嘅問題出現啊等等咧？可能就會想去開庫嘅時候聽呢個論點聽多啲。但咁而去到反方嘅時候咧，第一個論點都係好正路嘅，就係話佢點解你覺得係即係呢個方案唔係多最根因啦？其實啲人根本就係覺得唔夠錢啫，咁所以即係講佢都冇用啩。我覺得喺呢一個論點上，今日即係反方出咗一個最強嘅數據，就係你而家離職嗰啲人其實都已經做咗10年，咁所以你呢一個正方嘅政策，就算我聽佢正方嘅定義係話我畢咗業之後，就算我之後我嘅醫護醫科畢業都好啦，我即係我呢一個年資一攞到年資之後，我就留佢喺度做5年。咁但係咧，佢哋方面呢個理解，咁其實佢無論如何都會做啲5年咁啊，再做多10年、30年嘛。咁所以正方對呢一樣嘢嘅回應係啲乜嘢咧，就唔係好聽過。咁所以呢一個位咧，就覺得喺呢一個出發上，其實喺反方係有效咁樣推到係，即係到底佢針對緊嘅呢班人點嘅原因，或者俾咗呢個資深醫生啊等等。但係去到後場就冇再去推進呢樣嘢，俾資深醫生喺個醫療界佢嘅定位係乜嘢？點解啲人做咗十年之後就跳出咁？我加薪又好，或者我做啲其他配合又好，我點樣能夠還得住呢班嘅醫生？但係即係對於嗰個醫療系統嘅 picture， 就算受住反方而言，就算我會俾咗啲錯嘅一個俾，但後場你冇推進嘅話，都係好難再喺內容喺現身上俾你去再 score 得更多嘅喺呢一部分。咁佢第二個論點咧，第二個論點我就唔係話太聽得明嘅，就係講緊嗰個即係令到啲人唔願意讀醫嗰樣嘢啦。咁但係即係一方面就話啲人其實九成都留喺公營醫院做啊嘛。咁即係其實在公營醫院對醫生嚟講，即係fresh 醫生嚟講係有定規則嘅嘛，無論係佢穩定又好，或者佢正方所講有培訓機會，佢就能夠更多醫生，甚至乎你要做專科醫生，你一定要喺公營醫院讀專科培訓又好。其實公營醫院對於 fresh 嘅醫生嚟講係有定規則嘅嘛。咁我加咗呢一個嘅年期落去，咁點解會直接令到啲人唔願意讀醫咧？呢一個嘅邏輯關係就唔係話好睇得出。咁而後場嘅論證都唔係好足夠，以致我對於即係以後場你都冇追太多嘅規律，預算就大翻啲啦。咁所以就去到
對於呢個 concept 嘅理解都唔係話好理解得到，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論點上啦。咁跟住之後去到再後場呢啲回應上啊、反駁上，咁其實正方咧，其實一輩子都有開始出嚟講咗話，我哋要審視醫療制度咧，唔可以睇得咁功利，嗰種自私嘅，同醫生開心就得嘅。咁我要睇成個社會利益，因為呢啲其實民意唔係一個人講。咁但係你要小心嘅就係佢後場嘅，譬如見面嘅時候，你就會睇翻嗰個啲護士説死啊、做到死啊、好攰啊、好多嘢做啊咁。咁喺你嘅眼中，即係我到底醫生我係要捱翻到要死嗰啲服務公眾啊、服務市民啊，定係啲咁嘅嘢？係咪？所以可能喺呢個連貫性上，係即係我都兩樣可以明示喺市場面，但係喺個講法表達上邊，可能仲喺嗰個即係護士嗰啲醫生、護士應該為啲醫護人員要服務社會嘅呢一個角度嚟睇，可能都係撳著意思你後場。講嘅時候有多啲空間俾你自己去緩衝翻你嘅立場啦，係啦，咁跟住而去到啱先韓方啦，韓方今日去到二副嘅時候，出咗一個有預期韓方再做呢出嘅一樣嘢嘅，就係即係預計講到話，即係正方好佢人性化咁樣去睇醫護呢一樣嘢，就係覺得即係機器係咪即係喺呢出之前都仲係話，因為要服務社會咁嘅，即係醫護我嘅意向就係留喺我哋要應該你應該服務社會嚟解嘅義務咁樣啦。咁但係我預期咧，最初就係其實今日反方講到就其實喺公營醫院做醫生好慘啊，即係佢哋有好大嘅問題。但係其實喺前場係完全聽唔到任何嘅論證，到底譬如佢薪金有幾唔足夠，佢工作待遇環境有幾差，以至到啲人佢一有機會就要離開，或者做咗十五年嘅坐監之類嘅私營醫院請我哋走。咁呢一樣嘢你冇講清楚嘅時候，你尤其是對你嘅反方案，今日正方又問過你幾次，你都一句最激動回答，打薪都打人工啦，唔打人工啦，咁。你嘅反方案冇清楚論證成分，再加你本身嗰個問題根因冇好完整咁樣去論述嘅話，咁就會去到聽咗條結辯嘅時候講話，即係你前世立過恐怖情人呢樣嘢，我都覺得比較好，但係你前邊冇適當嘅鋪墊去講到底啲醫生點樣俾人情緒勒索，點樣喺呢一個咁 toxic 嘅關係入面，仍然係即係要不斷 complain 咁樣，即係呢個時候咁就會聽到佢後場就有啲抽離啦，呢個就係對於係啦反方。咁可以最後一樣嚟講咧，就係啲可能辯論技巧上啊，或者啲語言上啊，咁可能譬如頭先一啲公辯環節啊嘅一啲爭議啊，或者啲外語嘅使用呢啲就小心啲啦。而就算撇除一啲即係可能翻大嘅一啲語音嘅知識啦，其實雙方今日喺公辯同自由辯論嘅環節都有一個通病，就係好容易長嘅問嘅問題，問一問幾多個十秒、十五秒嘅時候，但係喺自由辯論或者公辯呢一啲短問短答嘅環節入面，如果你問得咁長嘅話，用咁多時間去對上條問題咧，其實評判好容易失焦，亦都對自己嘅時間運用上係冇咁好嘅。咁所以我嘅建議會係大家喺呢一啲嘅環節入邊問嘅嘢同做嘅所有嘢，雙方都係就更加用嘅成績。我問完呢條問題，我希望對面答到個乜嘢答案。譬如對面一條 yes no question， 對面答係嘅，會攞一個咁嘅結論；對面答唔係，攞一個咁嘅結論。落完之後再收完呢個結論，我所以有乜嘅立場就係點跟住再落咁樣，咁就唔會有出嚟嗰種。喺堂前，譬如自由辯論堂，大半亦都係靠呢個論點喺呢個現場嚟表咗好耐嘅一啲狀況。但係最後一樣嘢咧，係即係啱啱講到就係啲雙方嘅願景啊，或者對醫療體系嘅想像同埋理解，都係喺結辯嘅時候先出嘅，雙方都係。咁所以喺前場嘅滲多啲呢啲嘅願景同埋呢啲對於服場嘅理解，會對評判對呢個嘅立場同埋你嘅主線嘅理解會更加有效，同埋即係喺前場攞到內容分析嘅深化主線上，係啊。咁就嚟差唔多。唔該曬，而家我哋再請袁偉業先生同我哋講下。咁大家好啦，先唔該，我哋係電視嘅，我哋喺前嗰度啦。咁我喺沙田揾咗九個字嘅小巴，咁就打嚟先同佢細嘅電視。咁首先啦，即係電超聯係一個都可能一個比賽啦，都唔係話大比賽嚟做評判好啦，所以咧時間都兩三年。咁啱先都有講咧，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你哋學校同商派同兩所學校點啦，即係我今次係即係講緊，即係佢哋叫過我嚟做，即係就話班學校唔做咗，咁所以我條辯題理解就唔係太多嘅，所以我就即係冇乜點去 track 佢條辯題啦，咁樣啦。第二就係因為都 expect 呢一種，因為應該係教組嘅人做，所以就大家呢樣嘢啊，我哋作出啲乜嘢嘅即係意見啦，呢種會當少咁就嚟啊。咁你先講定義啦，通常其實我覺得。雙方對於專科呢兩個字嘅嗰個理解咧，我唔係好明白，大家就好結論嘅。正方都係一開頭會開咗係醫生護士，突然間會開一個物理治療師。咁我會 expect 物理治療師咧一個幾大把嘅位咧，重點嘅位啦。去到公辯之後，我就唔係好點聽到關於即係嗰個
物理治療師究竟有啲咩咁樣咁即係我哋 expect 係應該會講多少年公立嗰條問題咁大嘅醫護專科物理治療師計唔計啊咁樣，但係即係你打出嚟嘅計又點唔係點樣都冇分別咁樣，所以就住醫護呢、這個就醫護專科呢個字啦，去到綜合型應該聽到啲好其他嘅東西啦，到又會聽到啲咩兒科專科啊其他啲泌尿科專科咁樣啦。我自己諗專科呢個字咧，我覺得其實係有少少同正方嗰邊嘅，即係個講法係除咗醫生、護士或者專業嘅護士之外咧，仲包啲咩？包化即係放射治療師啦、視光啊咁樣呢一類，其實都係即係喺即係叫科研唔同嗰啲科啦。不過其實都係屬於醫護專科，即係我而家會譬如嗰邊都會大家可以再討論多少，但係今日似乎即係雙方要有共識，就係本地醫護專科等於醫生、護士。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我覺得定義上嚟講，聽到尾咧，好似聽，即係好似聽到大家嘗試有推闊少少，但係唔知大家嘅推闊嚟講目的究竟係啲咩咁啦。咁第二個就係講翻年期嗰度啦。五年嗰個位咧，我覺得即係因為有條數係計話咩幾百個人的成即係二十個人咁樣啦。咁但係我諗緊佢做一年就走，咁佢都係條計都難於做一年啦。咁佢喺九成個鋪入邊啦，但係你諗住即係講佢五年㗎嘛？咁所以其實條數你點計都唔好明，咁你計出嚟個目的係？想點啊？咁所以就今日成場咧，我聽到好多數字，千幾人、幾百個人、二十個人、一成、九成，即係聽到好多啦。咁但係好似冇乜講個總結，就係究竟你哋想將來個目的係五年之後或者五年後有幾多人做？所以其實好想知道話飛咧，搞到我自己覺得其實你可以整理一下你啲資料，話俾即係清楚地話俾我聽，佢再點計？如果唔係嘅話，你不斷正方講五年啦，跟住突然間就會話不斷嘅人數有九成人咧，其實都係唔做。但係你揾走咁計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錢真係唔抵，咁就年期啦。跟住然後就講多少嗰條主線外啦。咁啊正方嗰條線先啦。挽留人手，我第一諗嘅嘢就係點解啊嘛？即係好似反方建議咁講，即係拍拖咁樣，你挽留住你一個朋友，你嗰個方法一定唔係綁住佢噶嘛。即係你要諗自己有咩好，自己有啲咩做得唔夠先走。即係我近排失戀啊嘛，即係雖然就好簡單，即係我都唔係好明佢點解你唔係綁住嗰個人挽留嗰個人啊嘛，咁但係你睇翻呢一條啊呢一行啦，所以其實我反而我就唔好明挽留人手嗰個位點解工即係你之前都講咗啦，公立醫院佢哋嗰個工作壓力大，薪酬少，自己都講啲問題出嚟咁，點解你仲要綁住人哋喺呢個咁厭惡性工作嘅環境嗰度咧咁啊？咁人就會講，即係跟住去到中間嗰啲義父啊，聽多少啲佢話咁其實佢哋要服務社會啊，咁其實佢哋都即係點解社會利益一定要明啊？醫護嘅利益啦、啊，咁我就想問啦，醫生出嚟都係揾錢嘅啫，即係我唔明點解個醫生出嚟咁大抱負要為社會點有一部分人可能真係為佢份人工咧咁樣，咁跟住我就唔好明究竟點解，即係如果講緊嘅話，陳小姐自己做啦。因為叫啲聽商嗰啲要為人服務嗰啲人，自己做翻嗰啲，佢自己做翻，自己知本身入面個環境係點樣啦，本身知道你工作環境，本身知道你點樣嚟夠私立醫院好啦，所以先會有個情況嘅啫嘛。雖然你挽留人才呢樣嘢唔明啦，第二個提供訓練啦，我唔知道醫生係點啦，護士咧其實你喺出 case 啦，即係你畢業前畢業呢個一千五百鐘頭嘅訓練係會問唔同嘅。幫佢出地去做嘢咁啊！雖然你講訓練，佢哋已經係人，即係畢業之前已經確保佢有足夠嘅呢個嘅工作經驗嚟到，佢哋可以適應到工作啦。咁然後我再諗多少就係跟住譬如講放射啦，我個朋友本身係畢咗業之後喺專門醫院嗰度做啦，咁我做咗一年之後咧，佢同我講話，佢一年先翻三次俾我淨係照片咁樣啦。咁其實喺呢個工作環境底下，我唔明佢哋有啲咩學習嘅空間。反而佢去到私院之後咧，佢就話佢都可以學點樣鏡包帶。所以點樣學點樣整 CT 咁嘅情況，我唔好記得正確嘅，我唔係做咩科嘅。咁但係我個諗緊，如果你講到呢個訓練係咁好，有咁多嘢做嘅話，咁其實佢個工作都咁多，佢點可以能夠適合放翻入去佢哋嗰個即係學到嘢嗰個環境度咧？咁樣唔明白。跟住反方啦，反方我覺得即係重點嗰個流失嗰度講出嚟係講得，即係我啲話反而係一個穩定嘅位啦。跟住第二個位啦，減低啲人去揀醫科呢個位都好重力嘅，但係中間即係個方向中後段，我哋都會聽到啲人才嘅流失啊，教研嘅人會少咗，咁我就又唔明啦，教研嘅人少都揀啲揀專科嘅，即係揀醫科嘅人，呢個有個幾明
話係一課程聽到直線學質，因為少人揀醫護，所以咧就少咗教員嘅人啦，所以質素特別低啦，咁係唔會全唔明嘅，呢個係我覺得。即係究竟嗰個六合七關係喺邊度？呢個方向我睇到中學唔係唔明白，即係教員嗰個位咁重要。而家正方其實提供訓練我都認同啊，反方中學其實都冇認同關於嗰個教員，即係嗰個教授嗰啲人手邊嗰個權力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去到最後，大家想講嗰啲關於社會，即係啲回饋社會啊、社會責任嗰啲咧，其實即係第一，我會諗嘅就係究竟點樣可以挽留住公立醫院服務等嘅人咁樣啦。第二個就係其實私立，即係本身你點解要趕住一個畢咗業嘅人去揀公立定揀私立？佢可以有好多嘅因素，佢原本可以本身係好想回饋社會嘅人，佢去做公立醫院冇問題。但係點解唔係佢服務佢服務私家醫院，唔代表一定要係維持服務噶嘛？即係佢即係都向即係社會都有人提私家醫院噶嘛？所以。我又唔講明點解，好似服務公立醫院就等於服務緊人，私立醫院就一定係為錢㗎啦，咁樣一定係差㗎啦，咁樣。咁所以點解個選擇權唔係放喺醫護嗰度，而係要俾政府去捆綁住一班醫護咧？基本咧，呢班醫護本身其實佢哋我唔知，即係實你啱啱都講到低交到一年，其實係實習醫生㗎嘛，醫生係咁啊，護士有千個鐘啦，跟住本身已經係公立醫院有服務嘅一定嘅時數㗎嘛。咁點解我仲要講住佢服務公立醫院嘅人咧？公立醫院同私家醫院本身都係兩種唔同嘅系統，就算喺公立醫院同啲啱啲十八蚊就講，私家醫院都未必一定唔好。咁所以講到最後咧，我覺得大家要諗清楚嘅就係究竟點解要醫護專科啦？醫護專科有多少少討論嘅空間俾大家啦？去諗下究竟，譬如我當我啱先講放射啦、職業治療啊、視光啊等等呢啲，就會唔會佢哋本身都有一啲可以？睇條件就係討論到嘅空間啦。第二個就係大家喺大家好勤力去諗料啦，但係大家諗清楚，大家揾到份料嘅嗰個使用嘅嗰個方式，係你唔係掟五六七八份料，唔係七個部分類分析嚟。如果係你講完份資料之後，你話俾我聽呢份資料作用係點喎？佢論證緊啲乜嘢？明唔明啊？呢個咧係咪啊？係咁啊，好，咁樣咧冇得諗。我今日骨折咁樣，我唔覺得內內全科嗰個問題嘅問題。
咁所謂咁亂等一個讀完大學個 degree 咁就叫做專科嘅，會唔會嗰個門檻又低咗少少咧？而喺呢個定義上咧，而引致我大家處線咧，其實都有少少講上面咧，我諗矛盾呢個字都啱形容嘅。譬如先講正方先啦，正方講緊嘅本地醫科畢業咧，其實講緊而家嘅狀況，某程度上已經係即係而家現況已經符合咗你哋嘅定義啫。因為而家大學畢業你仲要一年溝純啦，跟住頭先又話咩專科要實習呢幾年讀完啦，其實已經符合咗你哋嗰個方案。咁按照你哋咁講咧？你哋嗰個主線咧，sorry 啊，你哋嗰個主線係講緊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就會諗到你哋後場提及過嘅一啲問題，其實係咪解決咗啦？係咪按照而家嘅做法，係咪應該舒緩咗好大量人手不足嘅問題？因為而家方案，即係而家嘅現況同你提出方案一樣，咁點解而家仲係咁缺人手咧？如果你焗到啲人留低咗喺公園，就自自然然會解決到人手問題嘅，咁點解而家嘅狀況好似個人手問題冇被解決？呢個係我對正方嘅少少意見啦。反方同樣咧都有個問題嘅。反方咧反方主辯一開頭咧就已經講咗話，其實咧唔使你逼嘅，啲人自己都會留喺公園嘅15年啊嘛。你哋話有啲人都會留，但係你哋嘅論點其中一個咧係提及過話，如果你逼人哋留喺公園，或者啲人留咗喺公園嗰度做咧，就會減低咗人讀醫嘅意欲。咁正方會唔會 charge 到反方？按照你呢個邏輯，而家應該越嚟越少人讀醫啦。或者啲人留咗喺嗰啲公園出過嚟嘅人，點解冇人願意留低啊？點解會人願意留低喺個十年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嘅 challenge， 我覺得其實係即係自己開俾自己嘅一啲少少嘅問題，其實對方可以嘗試同對方主線同揾到一啲佢哋嘅漏洞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奇怪嘅地方，係啦。咁跟住落嚟第三點咧，就係我覺得其實咧，我覺得正方咧可能係。即係都睇得出個經驗相對係比較淺少少啦，即係比起其他嚟講，勉勉強的確係即係都冇學到嘅啦，我相信一啲。咁所以可能喺後場嘅推進上咧，正方係比較做得比較冇咁理想嘅，即係可能大家都係執住一點，跟住然後就講反駁嗰一點。但譬如你哋自己主線有開過一啲，譬如物理治療啦、護士啦呢啲嘅科目，你認為都應該要喺公立醫院嗰度。去服務㗎嘛？點解好似後面又完全冇提及到？咁對於護士嚟講，點解咧？物理治療又點解放射治療咁？呢啲職業點解你要逼佢留喺公營咧？會唔會都有啲你哋補充咧？會唔會而家嘅現況出咗啲咩問題咧？呢個係正方可能可以再講多少少啦。而我認為反方咧，其實我再期待可以再聽多少少，就係到底你哋逼咗班醫護留咗喺公營，其實會唔會實際上有一啲？負面的情況呢，其實在後場是有的，即譬如醫生做到人都癲了，但是前場呢似乎是沒有提及到這些位置，即反而不斷地在這裡泥沼的地方，就是現在的人都留下了，你不用逼的，那既然不用逼的人都會留下，那我逼他都會留下，那有什麼問題？其實可能是方法上可以的，即反正他都留下了，為什麼要去拘泥他是不是強制呢？我想如果是正方可以處理這個問題，乜嘢後面你？如果實際個問題就係公立醫院個特質係點啊？即係我覺得雙方喺呢個位置上都係欠缺。即係公立醫院就係嗰種有氣冇人頭啊，因為全世界都去嗰度睇醫生㗎。有冇錢？冇錢嘅人最多啦，即係最窮嘅人就一定係睇公立醫院。屋企最多疑難雜症，有好多醫公立醫院嘅醫生做到抑鬱。咁其實你長遠嚟講，對於整個醫療體系個負荷係會更大嘅。嗰班醫生冧咗，邊個去醫人咧？即係呢啲位置會唔會反方係俾多少少嘅推論咧？而實際上咧，我覺得今日雙方採取嘅立場咧，就係正方咧就係以一個即係傾向係以社會整體嘅利益行先啦，而反方就當然係關醫護自己嘅選擇行先啦。兩個主線喺初頭咧係一個幾對立嘅層面嚟，即係大眾社會同埋個人自由，你揀邊樣啦？邏輯上可能正方會覺得就係、大愛啲咯，即係可能偉大啲，係咪會容易啲得到大家嘅認同咧？咁樣可能咁樣嘅取態，但我唔係話大家係咁錯，不過我覺得可能有時候其實都冇咁惡劣嘅，即係我呢個世界冇咁二分啊！你一係就社會大眾，一係就醫生層面。點解咁講咧？因為譬如我覺得，就算你叫班醫生焗住佢喺公立醫院，其實唔一定對班醫生嚟講係有弊處，雖然辛苦啲啦。但正如你講，你哋自己個主線有一個都強嘅論點，就係原來公園入邊嘅醫療設備係唔同嘅。
譬如你話得某啲公院先有嘅，我諗個原因同大部分嘅醫科嘅 degree 嘅學生佢 bachelor 其實係入公院嗰度做實習，所以喺各方面佢哋嘅設備可能仲多啲啊，俾人哋喺學習階段接觸多啲，我諗有關係啦。咁政府其實都能夠提出，如果你係咁想去賺大錢做私家醫生嘅話，喂，咁你喺公院度儲呢一啲嘅經驗，係更加有助幫到你以後你出咗去私立醫院嘅實務經驗噶嘛？你醫過咁多疑難雜症，到你出到去嘅時候，你揾到即係有啲 case 係疑難雜症嘅，全世界得幾個病例嘅，嗰啲人都願意揾你，你有咁嘅經驗啊？呢個可能係政府可以解釋到，就係唔一定係社會同醫生個自由一定係完全係對立啦。而反方同樣地都係，即係如果你都可以講，你社會大眾其實你都係希望一班高質素嘅醫生，你希望一班即係養足精神啊，翻工翻到開心，唔係翻即係我有啲醫生嘅朋友直頭係聽，即係已經佢喺公院係做到聽到有病死咗，佢覺得係種好開心嘅事，即係佢唔使去放書，佢唔使翻工，即係可以唞一唞，即係佢哋醫民會極端到呢個狀況，因為嗰個公院嘅嗰個人嗰個忙碌嘅情況，我諗都唔係我哋可以聯想，當然咁講好似好無良啊，即係佢，但係我都體諒，因為佢哋真係做到有險無險咯。對於佢哋嚟講，生老病死其實係真係一件無感嘅事情，日日都面對。咁所以變相，我覺得反方可以再提多少，即係如果你係要即係任何政策，其實都係講平衡，沒有絕對行邊一個角度出發。咁所以我覺得，既然係咁樣嘅話，你為醫生嘅利益又好，為整體社會嘅都好，你擺咗佢一個咁惡劣嘅環境，你嚇怕咗佢，甚或乎咪就係，如果原來我喺香港做醫生 grad 咗之後，我要喺公院度做五年嘅，咁我一定會飛去印度讀醫咯。任時我讀書咁叻嘅話，我邊度都得啦，我再翻嚟報考咯，或者咩都得，我覺得我唉，我唔做，我做獸醫咁樣 whatever。咁係啦，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即係反覆佢有啲問題可以舉出嚟，係令到唔單止係好似停留咗喺醫護自由方面有選擇，對於你哋擔心嘅整體社會，同樣地都一樣會有問題。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即係覺得大家個立場上可以唔需要焗住自己，因為係反覆，因為係正方，就必然喺一個絕對對立嘅層面。因為你哋嘅見面都知道，其實去到見面，大家都透露咗，大家都明白，其實係有啲即係。界線有時都好模糊嘅，對邊個有益，呢啲都好難一即係一句説話可以解決到。咁所以係咯，呢啲就係我簡單嘅。唔該曬。唔該曬，我而家由我宣布賽果，我先係最佳辯論員，因為最佳辯論員係反方結辯許允興同學。至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為零，反方得票為三。換句話說，今日勝方係。反方香港環線，青山一人嘅角度始終都係大家。至於分子三方代表應以拍照記錄，賽會亦都會喺20天後上載至雲端，供參考學校下載。